天要为各位带来的是快乐橘子的 DT23RZL L 型电动升降桌。这是一款结合 L 型桌与电动升降功能的高阶电动桌。而这款桌子由于体积很大，重量很重，安装时务必两人以上操作，小心安装。而 L 型桌桌架的长边是可以自定方向的，可伸缩可换边，所贩售的桌板为两面都可用，所以不管喜欢 L 的长边在左还是在右边，都是可以个人化调整使用的。首先，为了保护地板与桌面，安装前建议先铺上软垫，铺上软垫后再放上桌板，将软垫悬压进几个木螺丝会穿过的洞，接着把横梁插入桌架的边条，将桌架放上桌板，长边对长边，短边对短边，再来拿出连接条塞入两边桌架的横梁。而就是这步骤决定了长边在左还是在右，若是想要长边在另一侧，则将连接条反装就可以了。至于连接条的伸拉程度如何，只要两侧都在 max 字样以内就可以了。接着把固定伸缩条的螺丝锁上，再来将桌腿放上后锁入四颗螺丝，螺丝建议先将四颗都稍微锁入后，再以对角对对角的方式锁紧，把桌角放上桌腿之后锁紧，将木螺丝锁入桌板，而桌板由于是两面锁的，桌上没有预留孔，所以务必要自备电动螺丝起子哦。接下来把中央控制盒的支架锁上中央横梁，锁上后就可以把控制盒架上了。手柄的部分用两颗木螺丝锁上，再来把所有的线都接上中央控制盒，将线材简单整理一下，最后再将走线托盘装上挂钩，锁在桌板背面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要把桌子翻正，但是翻正这个桌子非常的困难，两个人协助也非常的不轻松，所以可以先将木螺丝卸下来，桌板移开，再将桌架与桌板分别都翻正后，再锁回原本的螺丝孔。而这个走线槽会建议直接放入一组延长线，如此一来任何插头甚至是电动桌的插头都可以一并收在桌下，拉一条线至墙壁或地面的插座即可。